下一位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什么圈不能乱送人？嗯，花圈。回答正确。请问什么桶装不满？嗯，马桶。厉害厉害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胖的人最讨厌别人叫他什么？嗯，死胖子。死guy。你先回去，等通知吧。好的，谢谢老板。表弟，你还不去面试呀？等会儿人家下班了。面试答案是什么？过来，告诉你，花圈、马桶、死胖子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姐姐，你等我好消息。王总，王总，下一位是我前妻的儿子，有点老膜炎，请你放点水啊。你都说话了，这个面子我必须给。下一位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第一个问题，假如你有女朋友了，你会送什么礼物给她？花圈。那么请问你用什么吃饭？马桶。哎呦我的妈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假如有个胖子从高楼跳下，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死胖子。Oh no. Run.